者冯一鸣综合报道，出道近五年后，终于推出自己首张个人专辑的 Mixtape 的防弹少年传承员 JHOPE。唱片推出首周就创下南韩歌手在告示牌200000专辑榜最高名次。不止如此，这一周他又刷新了自己的记录。根据告示牌在美国时间三日的记录更新 HOPEWORLD 在200000专辑榜尚位居38名，一口气就向上窜升25个名次。除此之外，J-Hope 也赢得 WORLDALBUMCHART 冠军宝座， Independent Album Chart 季军， Digital Album Chart 第四名等榜单，成绩斐然。为报答歌迷， J-Hope 也加码释出一支 MV 以及众多幕后照片，首次 solo 出击就有好成绩，让他超开心。防弹少年团成员 JHOPE 白社自防弹少年团脸书 J-Hope 第一次推出个人专辑成绩就非常亮眼。白社自防弹少年团脸书